怪你，叫我送你回来。你看看，这马上要下雨了，我该怎么回去啊？若是来不及回去，不如画画先在荣府住下，想必师叔也不会介意。我怎么觉得此事有诈呀？诈从何而来？你看你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又怎么会不知道今日会下雨？这不会是你故意计划好的吧？花花，你这便是冤枉容某了。这天公不作美，容某也无可奈何呀。好吧，姑且信你。姑且，容某对花花绝无半句虚言。盐少许，糖也少许。杜教，你看这少许究竟是多少？少许就是。哎呀，这不好说啊，公子。你这费尽心机把郡主留下，就是为了给她做顿早饭，这实在是……啊，实在是大业的楷模，令人感动啊。即刻前去西院护着花花，他绝不能有事。公子，很明显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，如果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快去，你小心。容某可不是他们想杀便能杀的。在下不知谢憧憬究竟许下了什么条件，既能请动福德楼十余位高手。福德楼拿钱办事，不必车安婆忧心。今天我们就送你上路。上。